どうも、ジュンタのジュンライシンです。今見てるチャンネルは、ジュンライシン。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唔知道大家睇过咗最新一集嘅《Ultraman Torriga》冇咧？《Ultraman Diga》现身咧，并同 Torriga 一齐对抗敌人。相信有唔少观众咧，终于等到呢一幕啦啩。不过有唔少观众咧认为《Ultraman Diga》嘅出现咧，只系挽救《Ultraman Torriga》嘅收视率。亦有观众认为《Ultraman Diga》嘅出现咧，有啲大材小用啊。点都好啦，我将会通过本期嘅 Ultra Show 咧，同大家倾下《Ultraman Torriga》第19集嘅一啲个人睇法同埋见解。点都好啦，本影片唔少都系会有剧透嘅成分噶啦。Let's get it, good side 呢 ？Before 都系冇忘记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再揿下隔篱嗰个铃铃。最重要嘅就系拣全部2K 不定期嘅选项，咁样你先会成为第一批收到火红观众啊嘛。事不宜迟，马上开始。由于第19集嘅剧情咧系连接上一集嘅剧情，于是咧我就喺呢度好简单咁样带过第18集嘅剧情啦。故事一开始就话到 ，Kirieru Jun 咧为咗要实现自己嘅理想而将 Morphe Aru 一种会刺激愿望同埋欲望嘅宇宙射线散发到地球，而 Gus 咧嘅所有队员包括宝藏猎人 Ignis 咧都受到牵连，就连三位暗之巨人都无一幸免，甚至最后咧仲因此而鬼打鬼，其中只有女主角 Shizuma Yuna 冇受到 Morphe Aru 嘅影响，因此 Kirieru Jun 咧就锁定佢为佢哋要揾嘅对象，但最后 Kirieru Jun 咧发觉女主角并冇能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救世主的资格，于是怒收成怒就变成炎魔战士 Kirieroid 攻击 Ultraman Torriga， 并打算摧毁地球。而在早前同三位暗之巨人战斗导致元气大伤的 Torriga 面对着如此强悍的敌人，亦只有被揿住来打。冇办法啦，剧情所需啊嘛。就喺呢个时候，女主角发现佢嘅老豆是只 Mitsugunisan 嘅体内发出咗一刹那嘅光芒，更使用耀沙呢嘅觉醒力量，将老豆体内入边嘅光芒实体化出一支神光棒。剧情需要讲就下啦。就咁样，总裁启动咗呢一支神光棒，召唤出 Ultraman Tiga。咁样嘅剧情发展真系非常突然啊！呢一点我哋打后再探讨。最后 ，Torriga 帮 Tiga 联手打赢咗 Kirieroid， 再一次保护咗地球嘅和平。完成任务嘅 Tiga 自不然就会变成一团光，消失喺大家嘅面前。女主角亦从今次嘅事件咧，决定要面对自己嘅宿命。故事咧就暂且告一段落啦。呢一集所出现嘅 Kirieru Jun 呢个 character 初登场于 Ultraman Tiga 第3集，系一个充满谜团般的 character。最初呢个 character 嘅诞生咧，系剧组为咗想将佢定位成平成时代嘅 Baruta Sejun， 唔同嘅系佢唔系以宇宙人，而系魔人嘅形式登场。而 Kirieru Jun 咧，斋系喺 Ultraman Tiga 嘅作品中咧就登场过好几次，有时佢哋嘅出现咧，只系为咗要打击 Tiga 嘅人间体 Madoka Daigo 嘅精神，有时候咧就变成 Kirieroid 咧同 Tiga 战斗。在第25集的 Kirieroid 2跟进化成和 Tiga 一样有着三个不同的形态，甚至还被 Tiga 陷入苦战，真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敌人啊。原本生活在地球中世纪的 Kirieru Jun 因为别桑这一位突如其来的光之使者成为人类的守护者，因此发动一连串的爆炸事件来威逼 Tiga。后来为了要吹干 Tiga 而发动精神攻击，被地球人中了他们的幻术，再使他们的脑力好等他们以为 Tiga 就是恶魔的错误观念。简直就好像邪恶般的存在的一班恐怖族群，本身这个炎魔人的塑造是挺经典的一个敌人来的，结果在 Ultraman Torriga 登场的时候几乎就变成了一个二打六，他兜了整个圈只是为了要试探 Gus 的队员有没有成为救世主的资格，为什么他要寻找救世主的原因就完全没有交代了，出现的原因也是不明不白的，我完全 feel 不到这个 character 的压迫感啊，反而觉得他只不过是为了要迎合剧情的走向而在度刷存在感。编剧啊编剧，你将一个如此经典的敌人搞成好像一个 Califair 咁样，你于心何忍呢？这一点是真的有点可惜的。
Kika 在第十九集的登场也可以说是相当拗爆头的。虽然我们可以读解成总裁在自己的世界见过 Kika， 以造成他内心深处的那一份拥有深信 Ultraman 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光芒，但是呈现出来的方法就变得有点唐突了。真的用一句心中有光芒的对白就可以将总裁体内的那道光芒实体化并召唤出 Kika， 而且 Kika 登场的时候也没有过多的紧张感，因此他的登场被我感到有一啲意外，但系亦都喺意料之内，有一种哦你出现啦嘅氛围，冇过多嘅惊喜同埋感动。编排嘅剧情咧过于急速，导致 Tiga 嘅登场咧好似就系为咗出演而出现，呢一点咧都系相当可惜噶。亦有唔少观众投诉，点解唔俾 Naga 罗生咧再一次登场或者系客串？反正佢喺今年年头咧亦都有帮手拍摄广告宣传 Tiga 嘅真骨雕。亦有观众认为 Resist 已经解散咗啦，邀请翻 Naga 罗生咧应该都唔系有啲咩难事啦啩。关于 Naga 罗生点解冇被邀请翻嚟呢一点咧，我会将我嘅分析同埋观点收录喺会员专区入边。如果大家对呢个 topic有兴趣的话，欢迎点击影片下的 Joy Button 成为本 channel 的雷神君，就能够看到这条未公开影片之余，顺便支持一下我的创作，多谢大家。讲回来第十九集 Tiga 的登场真的有必要吗？我只可以说，如果剧情的铺排可以再好一些的话，那么用 Tiga 的回归就会变得好有意义。实际上这一集的登场可有可无，营造出来的氛围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手头上有着那么好的牌却打到那么烂，真心替这一点觉得不值啊。话虽如此，我都还是要推一下 Tiga 登场之后所使用的 Crystal Power 替 Toriga 恢复能源，这一招算是致敬了当年的电影 Ultraman Tiga and Ultraman Dyna Hikari no Hoshino Senshi 达至中 Ultraman Tiga 替 Ultraman Dyna 恢复能源的那一幕。当然同 Killer Roid 对战的过程中， Tiga 和 Toriga 共同使出了三种形态和相应的必杀技锄冧对手，整个战斗过程至少是精彩的，节奏也都相当流畅，算是为这一集加上一点点的分、啊、这一点都算是比较欣慰的。如果你问我对这一集有什么看法的话，我会用两个字来形容它，就是遗憾。第十八集的伏笔拖得太长了，导致第十九集的剧情严重有很多 part 都没有好好地用交代清楚。例如 Kili Eldrin 并没有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寻找救世主，然后二话不说就变成 Kili Roid 并攻击 Toriga， 而总裁的身体为什么又会发光，这一点又没有解释清楚，千千猜猜用了只要有心人人就能够成为光芒的理由来博大雾。然后女主角就无啦啦借用 Yuza 的力量将总裁的光芒实体化出一支神光棒，庆幸的是总裁是利用神光棒召唤出活跃在他原本的地球上面的 Ultraman Tiga 到现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上面，而非直接变身为 Tiga。 不是的话，我们的气质的 Akido 又要崩溃了。当然 Tiga 出现的 setting 铺排就不是几咁自然了，反而就有一些似为了要出演而出演的 feel， 因此有观众认为他的出演只是为了要拉高 Ultraman Toriga 的收视率。其实这个讲法我不是挺认同的，毕竟不少 Ultra 系列作的后期都会请回过去的 Ultraman 出演在当下的新作中，特别是新生代的 Ultra 系列作都会有这样的 SOP。 例如 Ultraman X 后期的剧情出现了 Ultraman Nexus，Ultraman Judo 后期的剧情出现了 Ultraman no Chichi， Ultraman Taiga 后期的剧情出现了 Ultraman Zero 等等。就拿回前作的 Ultraman Z 来讲，同样亦在第十九集出现的 Ultraman S 就被一大堆观众拍手叫好，话是为了服务 Ultra Fans。 为什么到了 Ultraman Toriga 这一集所出现的 Tiga 就会被告知是为了要拉高作品的收视率先出此下策的讲法呢？这样未免太双标了吧。再讲啊，第十九集的预告片并没有提及到 Tiga， 更没有闪出任何关于他的画面。我们都是看了这一集之后才得知 Tiga 的出现。如果官方真的要通过这一集来拉高收视率的话，那不是应该要高调宣传才是对的吗？因此这个讲法我个人是觉得有点牵强啦。但很可惜的就是剧组并没有利用这个优势，导致 Tiga 的出现有点大材小用。剧情的编排的确就不好像前作的 Ultraman S 回归那样被观众有热血沸腾和感动的 moment。 如果剧组不贪心的话，其实可以将故事拉长到去第二十集，好好咁样编排成个剧情，多描述一啲关于 Gilead Regime 背后嘅
阴谋或者是恐怖历练，多铺排紧凑的剧情发展和氛围咧，再比 Tiga 有如救世主般的登场，或者仲会刺激到观众的神经线都话唔埋噶。好明显，今次剧组咧冇办法 balance 故事的主线同埋单元剧嘅剧情呢一点咧，系真系有啲可惜啦。所以用遗憾呢一个词嚟形容呢两集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话虽如此，但第十九集嘅 Tiga 帮 Toriga 同 Kilroydo 咧战斗嘅武器都算系做得几好嘅，整体嘅节奏把控到相当均匀，流畅度咧亦都非常好，全程冇冷场之余，亦都相当精彩。至少呢一点系无可挑剔嘅，算系呢一集为数不多嘅优点兼卖点。Anyway， 我都仲系想要问一问大家，对于 Ultraman Diga 出现喺呢一集，你卖唔卖单呢？A 我埋单，终于等到 Ultraman Diga 的出现啦。B 还可以接受 Ultraman Diga 的出现，不过剧情咧仲可以再编排好一啲。C 不知所谓，倒不如唔好俾 Ultraman Diga 登场仲好啦。D 其他欢迎喺 EP 下低留言 message 同我 share 咧。今次嘅观后感影片咧，应该算系一条找数影片。如无意外嘅话咧，下一次嘅观后感影片应该系会等到 Ultraman Diga 大结局咗之后，先至剩翻条片嚟总结成部作品噶啦。傻你啫，麻烦你。